快看快看，这个冲浪板炒饭。今天艾玛带大家去吃板的，有龙虾、鱼翅羹，这些通通都是假的食物模型，跟观赏者超级近的距离展示，而且没有玻璃罩哦。卡固高食品模型展来台南了，9月12前快把握机会来看。今天我真的大饱眼福，这个假以乱真的工艺实在太了不起了。如果你离台南不远，我强烈建议你亲自来看，这个展览是免费入场的，还可以自己炒假的鳝鱼意面，不专业小厨师艾玛为你表演一下。香喷喷的台南小吃描述完成，桌上还有吉亚冰为你消暑。这里真的超好拍的，根本是台南美食大集合，每一道都让人流口水。这个也太传神了吧，居然有吐在地板的槟榔汁，哇贵也高高的叉冰牛五花，再来一份臭豆腐加蚵仔煎，这个是拔高到天际的猪脚面线，是不是有一种还看不过瘾的感觉？来这里建议停留时间抓一个小时，里面是两层楼的展览，每个小细节都处理得非常的精美，跟真的食物相比大概只差香味了。逛完可以买对面的花生糖，这一家是老字号吴雷，我觉得很好吃，买了一小包。小巷子里还有很奇特的布店，台南国华街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有空请停下脚步慢慢逛。艾玛小厨房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